来来来，我们先来一个，哎，助理过来，CAT。呵，你看到没有？姐又眯着眼睛，那样子好难看。太阳。弟弟，姐姐好好吃这个汤，要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个鱼好叫出来吧。炸死我要你的鱼。哎呀，被抓到了。Carlos Fernandez.